是阿 K 坐前面，然后我们两个，我跟他的奶奶坐后面。我开车超级紧张的时候，是我最紧张的一次，因为他都还不知道我的性向，不知道我女朋友，我妈就直接说他结婚，爷爷还不知道。不知道吧？除非他看到新闻，那我就对，除非他也不讲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因为我婆婆说，绝对不要告诉爷爷。感觉讲了，我就会不见，我就不姓郑。爷爷已经知道了，科科。婚姻正进行母女等，当贼拜泥，铺台的同志婚姻背后秘辛。嗨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们家都会一起准备火锅，然后团圆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赌博。婚姻正进行。来和大家过新年啦！郑敬欣和得意女友阿 K 去年四月在台完成结婚登记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而今年也将会是他们婚后首度一起过年。郑敬欣回忆起去年和妈妈一起赴德国的 special 圣诞。像我这次去德国，他们虽然是圣诞节，但我也是教他们，也很想要学台湾新年的传统，所以我们就把圣诞节混新年过得好像就是台湾的新年一样。我就教他们射龙门，他们就是心脏暴击，觉得哦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游戏？你啊，你把他叫他那今年要办婚礼吗？今年会，因为阿 K 很想一个婚礼，所以我就配合他。对，有在找场地了吗？有开始，他的。妈妈也会回来，就是为了我们的婚礼回来。那她也蛮喜欢台湾的。我们想要在四月底，差不多四月二十六，因为是我们就是认识第一天。你是记者？对啊，真爱。主题希望是猫吧，还是应该可以有猫，我会很开心。可以有猫的话，他很开心。我觉得超爱猫。他有点变态。每次我们去一个地方，他就一直无时无刻看他的猫，就一直跟我说：“你看这好可爱哦。”我就说。看风景，他有监视器嘛？他有好几个监视器。对，好，他就很变态，连上厕所，连什么他都要看。我说，真的很变态。我常常觉得，哦，真的好可爱。就如果他会讲话，我可能就会跟他结婚，不是阿 K。那你们会那个拍婚纱吗？哦，我们已经拍过了，已经拍过，但还会再拍，因为他还想要，阿 K 还想要，他想要很多很多婚纱。郑敬欣小两口处得甜蜜，妈妈胡文英也全力支持，但这段异国同志婚姻却让郑敬欣在长辈面前难以启口。其实之前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我都不敢跟我奶奶讲，我奶奶是非常非常传统的。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出去，我是阿 K 坐前面，然后我们两个，我跟他的奶奶坐后面。我开车超级紧张的时候，是我最紧张的一次。然后他就一直捏我的腿，意思他不太能接受，叫我不要再继续讲下去。我就说。妈，你要接受啊，什么什么的、哦。他都还不知道我的性向，不知道我女朋友，我妈就直接说到结婚。除非他看到新闻，那我就对，除非他也不讲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因为我婆婆说，绝对不要告诉爷爷。感觉讲了，我就不见，我就不姓郑。这次我们要去德国，他终于承认了，跟他讲说，你结婚了，要有责任感。突然听到这句，我们两个都不同了。他终于说，我跟阿 K 要结婚。我就觉得这段期间我的努力好像没有白费，就是不断的给他强行洗脑。谢谢你，你很官方说法。你那边应该家族都是很接受吧？对他们非常的很暖，就是对我、对我妈、都当自己人一样。他还特地帮我们，因为我们结婚就盖了一个房间，在家里盖一个新的。他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家，但是他还是说你抢走我的女儿，他很生气。给你啊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天天就可接受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